小大辩论大会之爱情问题篇第二弹，女生主动追求会降低你的身价。现在是一个女性自主的年代，我们为什么要当被选择方？主动去追求，你等于说自己送上门来，不用主动去追求，但是可以主动去吸引他。可以用脚去拉去拉，也不是。不是说你们不能追求，而是说追求了真的会稍微降低了一点身价。你们是这样做？你说 Fendi， 他可能身价在这边，人家就会觉得他很难亲近。他要是不主动去追求，他可能一辈子都今天晚上失恋，请打分班。